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山上今年新出一款腋下包，它是一个 HOPO 的黑色，那可以看到它的皮质呢是牛皮的一个中球纹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用的一个原厂的一个供应商的皮质哈斯的皮，那牛皮的话像这个皮质可以说是比较耐造的，它跟大球跟小球的话同样都拥有光泽度，然后它的内里呢就比较简单，没有任何的一个轴线设计，所以比较能装，还有呢它内里是一个全牛皮的内里。那这一个 HOPO 包的话最大亮点是它的一个肩带位置是皮窗链的，而且在右边的话有一个山道的字母 logo， 然后左边呢是三个山西 logo， 那这点细节的话就非常的高级感了。那像今年出了这款HOPO的话，它的自动入清款是有些比较简单的，如果说你对于比较简单的包款比较感兴趣的话，这款包还是很推荐的。Thank you.